什么老是针对我呢？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？我是想知道为什么。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碗饭。你只是个散工，凭什么？你怎么顶啊？顶得了？你顶不了。顶得了？你顶不了。顶得了？你看不起我啊你啊？你只欠一斤。是啊。我劝你脚踏实地做人吧，这个月份洗厕所的工作你先做了，你就别做梦了。做男人有没梦想，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？给你自己的信心，你行的。我心中一团火，我是不会熄的，我一定会红透半边天的。